由 Capcom 和韩国 CJ Internet 合作开发的《魔界村 Online》又释出新的宣传影片喽。延续超过25年历史，以超高难度著称的经典动作游戏，这一次的线上版，玩家将可以透过多人连线的方式，和好朋友们一同挑战全新高难度的关卡。游戏维持传统的横向卷轴玩法，并且提供了骑士、弓箭手、法师、格斗家等四种不同的职业。除了各自不同的战斗风格之外，更增加了高速连击的爽快感哦。除此之外，像是两段跳跃，还有盔甲被破坏之后穿着内裤战斗等经典元素也都保留了下来。而在以往作品中，一开场就出现掳走公主的红恶魔等经典怪物，当然也会继续出现在游戏当中哦。究竟融合了新旧元素，《魔界村 Online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乐趣呢？就请玩家们拭目以待喽。